李思琪，我等你好消息，佢应该系去咗超市度搏杀。大特价，仲有三倍积分同埋三倍印花。毛舜筠，我真系觉得你想咗个人才翻嚟帮手，好嘢。相隔二十年再次携手合作，都系讲机缘巧合嘅。收车，货真价实。我想近距离鉴赏下，死擦鞋仔，望住个样好咸湿。炒呢个女人。继不打自己人之后，全新处境喜剧《天天天晴》，1月14日晚上9点 ，Astro 华丽台。